接，明白了吗？你且安排。哇，先擦下键盘，这叫磨刀不误。看，这个二货是消耗智商长这么大的吗？垃圾，你按照原计划调标注点，我跟着这个二货发育过程中以呆机为中心汇合。没有子弹，看来是被搜过了。去别墅看看。什么子弹都没留下，这么缺。继续搜过整片区域，消耗掉一切可以消耗的物资，坚决不给对手留任何东西。完事再次集合，出发。区已经搜刮干净，还抓了一个活的，按老规矩处理。兄弟，隐身瓜，这是兄弟冷静，我人畜无害，只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对面活捉的是我队友，而活捉他的那帮人最喜欢玩弄对手，然后虐杀。我现在好担心他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你队友好像安静下来了，是要准备反击了吗？是我拔掉了他的网线，他肯定饶不了我，估计我也玩不成了。我的装备全给你，为你的吃鸡之路添砖加瓦。就这一个，感谢，保重。老大，他好像掉线了，太没劲了。接过了他，去下一个地方。得赶紧跟他们汇合，想办法搭个顺风车。老大，有辆车在我们前面。老四，放战歌。快点了，您这个病啊得花钱。汽车逃命，老大，下一个区域就在眼前，先转一圈看有没有人。老大，刚才我似乎看到了有车进防区。丫头，搞定他们。待机垃圾，有一队人朝你们那个方向过来了，赶紧想办法离开那里。得想个办法救他们，只能用这个了。待机垃圾，赶紧跳窗，我接应你们。他们是谁啊？回头给你解释，快开车。大哥不要抛弃我呀。应该安全了。老二，你这是什么状况？半价路飞挂呀，大哥。全是半价，有没有靠谱一点的？买了那么多半价挂，倒是送了一个，应该靠谱。那么赶紧展示一下。瞧好嘞，大哥。什么效果都没有啊，什么挂这么不靠谱？吸人挂呀，大哥。大哥你看，我就说靠谱吧。待机，快上车。阴魂不散，我的仁慈已被这等杂鱼消耗殆尽，尔等退散，早就让这一众鸟人长长记性，快溜阴阳的。Did anyone see my puppy?